游泳高手，因为他们揭开一小时可以游上好几公里，那他们的视野也是相当的广。来，朋友们伸出双手来跟海豚挥挥手。那快看看你坐在哪里，不管是坐在上方或是下方的朋友，海豚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他们拥有360度超大广角的视野。那现在他们也挥动短短的小前肢来跟一些场的好朋友。他们的小白兔，他们的小白兔在大海当中可以随着白白的浪花形成一种保护色，同时可以避免敌人的攻击。而现在请大家呢仔细看着上方的小红球，因为海豚要用力往上跳起来。但现场的好朋友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海豚可以做出这么困难的动作，都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强而有力的小尾鳍。那为什么说是与众不同？因为一般鱼类的尾鳍只能左右摆动，海豚的尾鳍只是上下摆动的。而接下来，海豚要用它的小尾鳍在水中站起来了。再次提醒现场的好朋友，睁大你的眼睛仔细看好了，海豚要来离开水面，要上舞台，来个最大的掌声吧。那朋友们有没有看到海豚流线型的身材非常的庞大？其实它们的身长还有体重都有200这个数字。那现在头顶上的小红球又再度的降下来，要高了点，这次海豚要用力的往上空中转身。那现场的好朋友，刚才的表演非常的精彩。不过接下来，我们可爱的海豚以及优秀的训练师将带给大家一串更精彩又温馨的水中互动表演。